我这不毛泽东吗？我扇你一巴掌，我扇你一巴掌，哎，我扇你。在中国河南的一位小朋友，这一下我们真的要怀念他了。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在他的家里面呢，有一尊毛泽东的铜像啊，也不知道他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回事啊，竟然在中国他敢做这种事，就是怼着那个毛泽东的铜像啊，上去就是一顿暴打，上去就是一顿狂扇啊，结果扇的那个毛泽东的铜像啊，也挺惨的。结果啊，他还把这种画面给拍下来了，甚至把它上传到中国的社群平台。这个当地的公安部门呢、警察叔叔一天之内就找到了这个涉事的小朋友，当天就抓捕了。你说中国如果走失一个小孩子，被人贩拐卖了一个孩子，中国警察不太关心这种事啊，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啊，一天啊，就是可能整个城市的警察都会有这个压力，都要去抓。所以说为什么一下就能查到这个人在哪，哇，这个不得不给中国警察点个赞了，也太夸张了。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一段相当暖心的一幕。哟，这不毛泽东吗？我扇你一巴掌，我扇你一巴掌，哎，我扇你。小学生狂扇毛主席铜像，当地警方紧急出动，当天抓获。这个速度不得不佩服啊，中国速度当天就能抓获。然后警方表示啊，由于涉案是未成年，未进行刑事拘留，但构成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已带回训诫。这种训诫的话跟刑事拘留还是有差异的，如果是成年人，这可能要判刑个几年了。如果是几十年前呢，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的，就算你是小朋友，那你这个也不会好过。那像是带回训诫的话，可能就关个几天，关个几个月，再送回家里面，送回学校再教育。这种小朋友不得不佩服这种勇气可嘉啊，毕竟这种事它是发生在中国啊，中国毕竟是最幸福的国家，人均 GDP 啊，包括什么也是最发达的已开发国家，对不对？全过程民主啊，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，他竟然在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说出这么不民主的话，你说这种勇气，我相信一般的小粉红都不敢说出这种话。画面呢，相当的暖心，但是我看一遍不是很过瘾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新闻的背景音乐给换了，我们自己放一个暖心的音乐听听看。哟，这么毛泽东啊，我扇你一巴掌，我扇你一巴掌，哎，我扇你。对此还有中国网友表示啊，这种孩子思想已经被西方荼毒了，如果我是这种孩子的家长，宁可断绝关系，要断子绝孙嘛，可能都没有下一代了，大家养不起。但这也很能理解啊，这种话其他国家可能很难理解，在中国啊，你要是这种事啊，断绝关系啊，也是很好理解。因为几十年前在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不爱党，很多人就是家里面互相检举啊，就是文化大革命时代，你只要检举你爸妈叛党啊什么的，你都有奖励。那当时就有很多人家里面互相检举，这种事啊还历历在目。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表示，估计是受境外势力的影响，现在都这么可怕了吗？西方境外势力的魔爪已经伸进中国的学校了吗？太可怕了，这都是你臆想出来的，其实并不可怕。这种事啊，就是在自由世界，在民主国家，在台湾、日本、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，你觉得一个台湾小朋友骂蔡英文、骂马英九，台湾的政府会紧急出动把他带回去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这在美国骂拜登、骂川普，这是家常便饭，那是不是都要把美国小朋友给带走啊，进行再教育？不会呀。所以为什么觉得这种事受境外势力影响？还有其他网友留言说，为警察点赞，当天就迅速抓到犯罪嫌疑人，可惜中国是法治国家，好吧，不然希望就算是未成年也要关起来坐牢才解气。还有人表示，这确定是大陆小学生吗？怎么我感觉是台湾小孩？
大陆不可能会说这么大逆不道的叛国言论的，好好查一查家里有没有台湾亲戚，也可能是被指使了，毕竟台湾都是汉奸。这个有点太牵强了吧，这小朋友说了一口河南腔怎么跟台湾腔扯上关系了？让我来重复一下那个画面，就是那个小朋友说什么，哟这不是毛泽东吗，我扇你一巴掌，我扇你一巴掌，干，这是跟台湾腔很像了，台湾应该是这样讲话才对吧，这差距也太大了，这怎么听出来觉得是台湾腔啊？又或者是说家里面可能有台湾亲戚指使他这么说的，警察要好好调查一下。所以你们这些人呢，总整天的活在幻想里面，就觉得中国人啊都是被洗脑的，觉得中国人的思想啊都是政治正确，大家都是爱党的。一旦有一个人呢，他不是那种被洗脑的思想，他有比较开明的、比较开放的思想，你就认为他是被西方荼毒了，就认为是什么西方的魔爪伸进来了，就认为家里有个台湾亲戚啊指使他了。最近呢，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况啊，过去三四年都被关在家里。那最近呢，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假期五一长假，这些小粉红啊，中国游客啊大量的出游，爆出了很多的道德水准太低下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。很多这种状况，最近在中国在网络上就有一个很热议的一个新闻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，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。另外，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包括不略过广告、观看一遍赞助频道。你的中国好朋友陈老师，我们下期见。